中国的辽宁啊，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通过我们这10多年的种植，五味子啊，在我们这块儿形成了上万亩的种植基地。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种植啊，与这个湖南诺泽生物合作，我们产出的果实啊，都被这个诺泽生物科技收购了，对我们种植户啊。在利润上提升了很大一块，省掉了很多的中间环节。